随着疫情趋缓，真侪人也拢开始出游放松心情。你为着要让大家来到台南三乡，会当更加方便游览，水道博物馆也甲共享脚踏车业者来配合。在园区的门口，增设了电动辅助脚踏车的租借站，让民众来佚佗，加一个新的交通选择。现在真侪人拢开始规划出游的行程，而台南三乡花园水道博物馆也甲共享体美业者来合作，在园区的门口增设了新的租借站。好，各地民众前来三乡佚佗时阵，会当成为便利的交通选择。那这个电扶单车，你只要储值跟完成一系列的 APP 下载等等的动作，就可以使用了。而这共享 T 背，因为有着电动辅助的功能，所以骑起来是比着一般的 T 背是更加轻松。相对适合三乡区的山坡地形，好使用的人会当骑了更加远，更加亲自了解三乡这个所在。因为山上区是一个非常可爱、丰富还没有开发的小山城。所以说这个 B-Bike 可以让你畅游山上区，而且包含在我们 1.8 公里外的净水池区，那边你都可以透过 B-Bike 直接骑过去，所以相对来说路程减少很多，而且也非常方便。透过新交通工具的加入，希望会当共同来提升山上的观光，让民众来到山上的时阵，用着更加轻松佮悠闲的方式来体会区内的人文风情。记者柯佳敏山上区采访报道。